歌手突围之战，十位歌手，四个席位，你支持谁突围？湖南卫视《歌手》第二季今晚20点将迎来史上规模最大、人数最多的突围赛。突围赛歌单：一、李晓东《我心肠自在》；二、KZ 给孩子；三、李圣杰《说散就散》；苏诗丁《红眼睛》；五、张天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；六、郁可唯《影子》无穷版；七、李泉《Sunny》；二、八、霍尊《卷珠帘》；腾格尔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；十、华晨与我，汪峰、结石姐、张韶涵首发歌手进入总决赛，华晨宇、腾格尔、霍尊不畏歌手需参与突围赛。李泉、郁可唯、张天、苏诗丁、李圣杰、谭定安、李晓东淘汰歌手荣耀回归，石进四能否突出重围？说说你期待谁突围，最想听哪首歌呢？湖南卫视《歌手》第二季今晚20点将迎来史上规模最大、人数最多的突围赛。突围赛歌单：一、李晓东《我心肠自在》；二、KZ 给孩子；三、李圣杰《说散就散》；苏诗丁《红眼睛》；五、张天玫瑰玫瑰我爱你；六、郁可唯影子无穷版；七、李泉 Sunny； 二、八、霍尊卷珠帘；腾格尔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；十、华晨与我，汪峰、结石姐、张韶涵首发歌手进入总决赛，华晨宇、腾格尔、霍尊不畏歌手需参与突围赛。李泉、郁可唯、张天、苏诗丁、李圣杰、谭定安、李晓东淘汰歌手荣耀回归，石进四能否突出重围？说说你期待谁突围，最想听哪首歌呢？